阿狸，你看了晚上会做噩梦哦，因为我昨天晚上做了噩梦。为什么？啊，好痛哦！好痛啊！好痛啊！搬回去，我希望你可以快点帮我弄回去，可以吗？我没有血了，那可能当时冲一冲啊。妈妈，那个不是那个吗？开东西，就是开东西就能成功。好，我们去吃饭。月娘，月娘，我们越拖越久了，快点。你会用这个柜吗？这个。